你知道为什么白火龙果比红火龙果更贵吗？因为红肉的花青素含量营养价值更高。锅中放20粒冰糖，35克白杨粉，1斤纯净水，搅拌煮开就行。放入火龙果到碗里放之后，就成了小朋友最爱吃的果冻了。没有防腐剂，妈妈更放心。